岛内宜居花园生活，艳阳天当然要懒晒啦。上次阴天失败，今天阳光枪赶快来血池。涂感光剂，将画好胶片压紧夹住，开始晒太阳啦。植物厚度没办法密合上面起蒸汽了，才刚晒就变色。两张纸不同晒的颜色不一样，拆开了。水洗到黄色，药水变前进。今天太阳很大，所以我在晒了，他说艳阳下正中午晒18分钟以上左右，结果我晒了应该有半小时吧。那现在要把它洗一洗，那说要把那个药水给洗掉。哇，你看这个很明显对不对？然后另外一张也是要把，他说要把那个黄色药水部分把它给洗掉。那他我两张用的纸不一样，一张是水彩纸，另外一张是格纹纸吧，那个我忘记叫什么纸。然后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纸，就是它厚度要够，哇你看这样子一洗，像图画纸那个应该就烂掉了，感觉马上就烂掉了。好，有渗出那个，有看到吗？黄色的药水。好，要把它洗掉。然后你有听到鸡一直在叫吗？鸡一直在叫，因为它正在生蛋，很吵。好，我先再换一下水。怎么不剥干了？哎，不是在那剥干剥干，剥干是要告诉我什么？你要生蛋了呀？剥干。这边不尬老半天啊，不尬老半天就生一颗蛋而已，也在那边哇哇叫哇哇叫，不尬什么不尬。好啦，啊，你要再努力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有没有努力努力？你看哦，你摸它的时候啊，它就会蹲下来，蹲下来给我摸。真有趣。好啦，你乖，好，你乖乖，你最乖的对不对？每次看到我就会蹲下来。你看哦，这些鸡们，来不干了，来蛋，蛋蛋，蛋蛋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。完成了，把水阴干。